向机场行政主管座谈会，今天下午8:30在省信塔礼堂举行。全省20个县市政府的主任秘书与345个乡镇市区长约400多人出席参加。会中支付60年度考级特等的乡镇镇辖市长，首先是接受了谢东明主席主持颁给优等奖章。谢主席在致辞中特别指出，加速农村建设是今后2年中全省各级人员努力的方向。